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59面，359面，第六行。我们从这个地方念起啊，这是一小段。如维摩经种植保守于妙壁二菩萨，罗舍大师曰：保守者，收种能除无量珍宝也。又曰：以施报果，收出无量宝物，如五河流，故名妙壁。我们前面学到这个地方，下面亦即是判此为十地菩萨之心，以制度成故。这是从经义上来看，这是到了华严经上讲的四思无碍的境界，决定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这是化身大师才有这个能力十地菩萨之行呢，十度圆满了华严经上讲十波罗蜜配十地菩萨，初地菩萨故十波罗蜜，二地菩萨持戒波罗蜜，三地菩萨忍辱波罗蜜他六度后面又加上愿方便愿力智最后第十，这个第十地是智波罗蜜是智度成果也就是说十波罗蜜修圆满了才有这个能力妙智融通，故随意无碍。这个随意，不是随意菩萨的意，菩萨没有意这是一定要记住的菩萨没有烦恼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随众生心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自然出现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众生想求什么自然就出现了这真正叫做得大自在净云曰：收出供具供养诸佛，圆公隋朝的圆公大师，他在这个注解里面说：收出供具，上供诸佛。那么这个工具从哪里生的呢？决定不是从佛生的，
佛性清净，寂然不动。那菩萨心也是清净。佛跟菩萨都在戏台上表演，我们就晓得，哦，给观众看的，一点都不错。啊，这些菩萨全是法身菩萨，啊，都是十宝庄严土的。他们这些演出是给十法界众生看的。啊，换一句话是，教化十法界众生呢，应当以至诚恭敬心供养三宝，普施众生。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工具几乎样样都有。啊，香花宝盖，应有尽有。啊，是设法界。一切众生自身庄严之具，啊，都在菩萨手中出现。设法界的众生看到了。他们也学到了，啊，学到了孝养父母，学到了奉事师长，学到了供养诸佛，啊，学到了布施众生。众生包括情与无情，啊，同源种智啊，所以下面一集云：施诸有情供养三宝，啊，这个供养三宝是世间的住持三宝。啊，佛不住在世了，佛菩萨的像，雕的佛像也好，塑的佛像也好，啊，彩画的佛像都可以。啊，供养佛像，供养菩萨像、阿罗汉像。这是供养佛宝跟僧宝，流通经教，这是供养法宝。佛陀在世，以佛为主；佛不在世，以法为主。啊，以法为主，就是以教学为主，这一定要知道。啊，经典要没有教学，啊，只是念，不知道意思，这它不起作用。不但要懂得经典的意思，要深入，叫深入经藏啊。为什么？
他帮助你开悟，他帮助你明心见性。啊，天天念，如果是会念的话也行。啊，所以这个关键是会不会。学习经教关键也在会不会。会学的人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念相，这叫会学。啊，会念的人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这会念。会学会念的人都会得三昧，都会开悟，都能够明心见性，这真是宝啊。啊，所以今天在古时候完全是手写的，啊，写经的时候写一个字要去把手洗一次，古人沉浸到这个程度啊，现在还有没有呢？还有，我看到一个人，啊，我看到他是老人，他已经70多岁了，他写经。啊，也是每写一个字洗一次手。啊，姓张的张老居士，我在加拿大温哥华遇到他。啊，我请他写一部《净土五经》。他大概用了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是法宝啊！这个没有真诚恭敬心不行啊！现在的印刷术发达，我们将这部书印出来了。啊，当时印的数量大概不多。我这个地方大概还有10几套啊，我想我们拿到这个台湾去翻译末法时期众生得度全靠法宝啊，难得这部手写的恭恭敬敬。啊，往后能不能找到这种人呢？少了。啊，真正有这个恭敬心的字写不好。字写得好，没有这种恭敬心。我们对法宝要恭敬，法宝一定要庄严。啊，不能草率，不能够随便。啊，现在印刷术进步，成本大幅度的降低。啊，我们这一次印的群书之要精装本一套，啊，台湾的定价
2400块钱啊，或人民币600块。叫人捧在手上，生欢喜心啊！啊，我们做不到这样，这对不起法宝啊！啊，这个法宝会永远传下去，人家拿到手上会珍藏啊！啊，展开经本来度，不能不恭敬。看到这么庄严的本子，能不恭敬吗？啊，不可以把它当作报章杂志看了。记住印祖的话，十分恭敬就得十分利益，没有恭敬展开了不得利。妙智融通，随意无碍。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相似的。啊，我们模仿啊，它是真的，我们是假的，假的也像真的，啊，模仿。啊，那我们今天乘着这个科学还在这个世界，好好的利用这些工具啊，利用网络与各个不同地区的人在一起学习啊，利用卫星，利用光碟，啊，大量的流通，精义很深，其味无穷啊，乏味也，不认真的学习，你尝不到。认真学习，你再跟人分享，味道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你尝到味道，你才能说得出来。你没尝到，你怎么能说出来？啊，真正尝到乏味了，我就知道你的心清净。为什么呢？心不清净，尝不到。啊，你能尝到法味，肯定你心地清净。啊，你烦恼轻，智慧长。啊，所以你在应用这些智慧，啊，施助有情，供养三宝，你都有善巧方便。啊，你所作为呀，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啊，这个里头，自己不能有欢喜，有欢喜心，欢喜生烦恼，让大众还没有接触佛法。或者刚刚接触佛法不久的，啊，功夫还不到家的，这些人生欢喜，帮助他们，提升他们的境界。啊，让佛法帮助这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啊，迷生烦恼啊，烦恼带来的痛苦啊，啊，开悟他就离苦得乐了。啊，开悟他就放下执着了。啊，开悟啊，他就不会给一切众生对立，不会有矛盾，不会有斗争，啊，帮助这个社会安定和睦，帮助众生幸福美满。这是佛菩萨以及佛弟子可以做得到的。啊，只要不舍弃经教，认真努力去学习，锲而不舍，你会做得到的。净音乐，手出共聚，供养祝福。啊，这个以及施诸有情呢，供养三宝，可见手中所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所需最上之物，端为上供与下施也。上供实际上还是为了下施，诸佛菩萨证得大圆满大自在，他还需要这些东西吗？什么都不需要了。那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没有别的，只有一个用意，教导众生孝养父母，奉事师长，用意在此地。佛跟菩萨在表演，啊，在做戏呀，给我们看的。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学到了，要怎样去孝养父母，要怎样去奉事师长。啊，印祖给我们讲，十分诚信的十分利益，上供诸佛，下施众生。就是印祖这一句话的落实啊，十分恭敬，怎么做法呢？啊，就在这些四项当中，为我们显示出来了。如唐一云，珠宝香花，床幡增盖，上庙衣服，饮食汤药，借助佛藏，珍万所需，借从菩萨中啊自然流出。这是菩萨手中啊，自然流出啊。普施众生，理要有情。中国古圣先贤
所说的道德仁义礼，这是属于礼。古大德告诉我们，上古三皇时代一道治国治天下了，道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而治人。到无地的时候，道没有，以德治天下。无帝之后，三王。三王是夏商周。德也衰了。于是乎用仁。仁者爱人。用爱的教育来治天下。春秋五霸的时候，人衰了，再用义讲义气，到秦始皇统一之后，秦始皇是用法，严厉的法律，15年亡国了。汉取而代之，汉不用法，用礼。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用孔孟学术。以礼治天下，这个制度一直延长到清朝末年。清亡国之后，礼没有了。古人讲了一句话：“礼设而后天下乱了。”真的，天下大乱。这些供养是属于礼。佛菩萨来教我们了。礼，中儒家的礼，在佛法就是戒律为仪。律仪戒呀。学佛如果把戒律丢掉了，就是古人讲的礼事而后天下大乱了。戒律丢了，佛门就乱了，这一乱了，佛就没有了。佛在这个世界有名无实，善心之人，看到这个重情形，社会的动乱，佛教的衰没，导致人民痛苦，救自己。救世人，怎么个救法？从三教的根本做起，就是救世救教
啊，我们不能从根就起，那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做的跟世间人一样，在毁灭宗教。在毁灭传统文化，在干这个了。啊，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能够想到的。然后，自然有相当高度的警觉性，啊，这个警觉性就知道，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心，一个是妄。传统文化能复兴，佛陀教育能复兴。你是走天堂路啊，传统文化要灭了，佛陀教育灭了，你是走的地狱路啊，没有选择了，就是两条啊，你走哪一条？只要发心，不要想到我有多大能力，我有多大智慧，别想这些。只要你尽心尽力去做，功德就圆满了。实在没有能力。古人讲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你有这个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的功德也是圆满的。啊，因为一句名号啊，具足大圆满，这念佛功德不可思议。你果然能够做到度摄六根精进相继，你就给世人做了最好的榜样。于一手中流出如是无量无边种种最上之物，这一切华严亦都相继，圆明具德者宣之。啊，从理上讲，跟华严经相应了，啊，完全相应。念功举出这个例子，让我们对于经中所讲的四欲理增长信心。特别是圆明具德，原是圆满，圆明具德是性德了，这不是修德了。啊，从我们修行，性德流露出来。
啊，在我们的手中也如是啊。我们全心全力至诚恭敬去办的，那就是最上智。为什么？你用最上智心，你的悟是最上智。了凡四训里头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家境清寒，生活贫苦，只有两文钱，诚心诚意到寺庙里供养三宝。老和尚为他祈福，为什么？他这两文钱圆明俱得，不在乎物品啊，在乎他那个心啊，那一种真诚，那样的恭敬。那以后这个女孩子做了王妃了，带了千金，千两黄金到寺庙来供养。老和尚让徒弟接待就可以了，自己不出来了。他觉得很压抑，找老和尚问我为什么？我年前的时候两文钱，你那么重视。老和尚告诉他，那个时候的心跟现在的心不一样。你现在做了王妃的傲慢的心起来了。所以说，今天千金的功德抵不上过去了2文钱。论心不论事啊，心真事虽少可贵也。那叫最上之物啊，2文钱是最上之物啊。那千两黄金不能跟他相比，你们想一想这个道理就明白了。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无量无边种种最上之物，我们人人手上都有。你有最上的恭敬心，物品就是最上之物。能感动诸佛菩萨，如果我们的心杂乱，妄念，拿到世间的七宝，价值连城，也没办法感动佛菩萨，甚至连鬼神都不能感动。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老天爷真公平啊，修福不是大富大贵人的专利，贫穷人连饭都吃不到的人，他也有能力修大福报。我们在小乘经里面见到，
见到。啊，释迦牟尼佛出去徒步，啊，路上遇到一个乞丐，很可怜。哎呀，乞丐遇到佛，很欢喜，佛的福报大了，我讨的这一碗，人家给的一碗东西，啊，他就拿这个供佛。啊，实际上这碗东西很难吃，而且馊了，味道都变了。这是乞丐唯一一点点的财产。啊，他把这个奉献给佛陀。佛陀给他祝福，佛不嫌弃他了，啊，看他那种真诚恭敬心呢，接受了，啊，真的配到福了，啊，乞丐没有几天就过世了，灵魂升天。啊，以这个供佛的功德呢，他到天上享天福去了。啊，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决定没有妄言，他讲的话句句真实。啊，所以最上之物就是最上之心。请看底下经文，这是末后的一段，受化法性，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念老的注解说：“由是因缘，总指以上种种殊胜因缘，能令所化之众生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呐。”菩萨能教化了。众生是所教化的，啊，能教化的这些菩萨，化身大士，我们提化身大士。这意思在哪里？意思很明显，化身大师用真心，不用妄想了，就是圆满的真诚心。啊，印祖讲啊，十分沉浸，他比十分还圆满，十分可能不是圆满。啊，化身菩萨，破无明，真化身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心成佛，他们。住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那地方是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真心所现啊！所以这个法界里，一切万事万物
无衰无变，不生不灭。说明佛菩萨是真心，对待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用虚情假意回报佛菩萨。这话不假，学佛的人很多啊，信佛的人很少啊。信佛的人很多，真正依教修行的人不多啊。这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自己认真反省，别人不必去管他，最重要的是自己。我自己是真心还是假心？是真的悟了，还是在迷惑当中？这才重要啊！真正觉悟，真正念佛啊！真正念佛是毒舌六根，今年相继。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放下万缘，一向转念呐、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样念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跟阿弥陀佛直通了。啊，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决定不为这个世间所影响，那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影响你念佛，这叫慧念。啊，都不影响你言教，你叫慧学。慧念的人肯定往生，会学的人肯定开悟啊！听经的人多，听懂得的人不多。听懂得又肯干的人就更少了。老师，菩萨用真心来教导，学生也用真诚心来接受。啊，确确实实被佛菩萨感化了，怎么知道呢？他发现真懂，晓得这个好，事出世间
最上之法，最妙之宝，佛菩萨传给我们了，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个名号，事出世间无上妙宝。我要发心做佛，我要发心生净土，这就是无上菩提之心。对这个世界，对这个设法界，决定不再留恋了。无上菩提心正法了，法心功德不可思议啊！《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说得很详细啊。身表法身法藏大师，以无量心发无量愿，起无量心，夜夜皆称真如法界。是故愿无虚法，功不唐捐。啊，这是讲弘法的人。法藏菩萨给我们做了榜样，要求我们学他啊，以无量心，就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发无量愿，只为一桩事情，一切皆成佛，就为这桩事情。啊，诚心诚意帮助一切众生，圆成佛道，行啊，行，真行，啊，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法门，持名念佛。自己要做给众生看呐，要发这个愿呐！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闲是忙，念念不离弥陀，那就是起无量心。念佛确实不可思议啊，这是一个无障碍的法门。啊，大众欢喜，我高声念。这里头有人不欢喜，我就默念，心里念不出声音。啊，金刚持，口动没有声音，
啊，还有人看到嫌弃你口毒，不喜欢看你的样子，默念，心里头念，外面痕迹都看不到，顺众生啊，修随喜功德了。啊，将自己的念佛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啊，愿三宝加持他们，让他们早一天觉悟，早一天回头，能信、能解、能愿、能行，他真有这个心。啊，才起真的感应作用。啊，夜夜皆成真如法界。真如法界就是自性。于自性。智慧的能。念念相应的，一念才生，变法界、虚空界的佛菩萨，通通收到你的信息，啊，念头才动。就周遍法界，这是贤首过世在《望经还原观》里面告诉我们：啊，他们接收到了就有反应，啊，我们的信息发出去是感，诸佛菩萨立刻就有应，应的是什么？畜生无尽。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效果呢？没有看到效果，是众生的业障太重。啊，我们的感、佛的应都非常明显。啊，可是看看众生，好像若无其事。众生的业障太重。啊，情执太深，所以这个信息是到他身边，他麻木不仁，没反应，不是没到啊。啊，所以这样的信息。时时刻刻，就像波动，这个波，啊，光波、声波，啊，来撞击这个业障深重的众生，起了效果，帮助他消除业障。真管用啊！啊，帮助他消除业障，他业障还是很重，这就像他的业障太重啊，天天帮助他消啊。可是有一些众生，他天天还在制造。我们帮助他消的，比不上他造的那么多。
啊，所以几年、几十年看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你真正明白、真正了解，你就不会灰心。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多伟大了！啊，众生虽然背弃佛菩萨，佛菩萨念念不舍。佛菩萨知道你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啊，等到哪一天觉悟了，你那个感恩的心才显现。你会认真修行，你会往生正果。啊，夜夜称真，这两个字很重要，与真如相应啊，是故愿无虚法，功不长久。功是功德，功德没有失掉。法藏菩萨如是，我们也如是。啊，如果我们跟烦恼相应，功德就失掉了，留下来什么福德？福德的果报在六道，福报大的在天上，福报少的在人间。啊，还有更少的。那就在卧道，虽然多卧道，他不受罪呀。啊，你看看，我们看到很多人家养宠物，宠物是畜生啊，虽然堕到畜生身了，他很享福啊，他比人还有福报啊。啊，一家养宠物，一家人并不好，可是对宠物又有点不爱，那就是他的福报啊。照顾比照顾人还周到。啊，我看到的比照顾到父母周到，比照顾到儿女周到，那个畜生都有福报。啊，这是修福不修慧所感得的。啊，我们自己修行要特别注意。啊，不要来生呢变成畜生，被人家做宠物去看待去。啊，实际上这就是很多。啊，落到这个下场。啊，一定要把慧摆在第一，把福放下。啊，我要智慧，我不要福报。智慧令人觉悟啊，福报令人迷惑。所以佛华常讲吃福，
啊，福报大的他迷惑了，啊，遇到佛法他不相信的，这是迷信，他不能接受。所以菩萨心正、行正啊，能令无量众生一尘法界啊，也能跟法界相应。法界是自性啊，真如法界。纵然不能直接的相应，也间接的相应。很不可思议啊！所以他也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此心即是真如本性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先说正觉，三菩提，梵语三菩提，翻成中国就是正觉。世间人有没有觉悟的？不能说没有觉悟。佛说，他虽有觉悟，他的觉悟不真。那么佛这个正字的标准是什么？我们都搞清楚。佛这个正的标准是放下烦恼，啊，第一个阶段叫见思烦恼，华严经上所讲的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你能够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通通放下了，这个觉叫正觉。那么世间有觉悟的人，有智慧的人很多，但是他确实，他没有把见思烦恼放下，也就是说，他没有把执着放下，他还执着这个身是我，他还执着有真有假，有善有恶，有利有害，有是有非，还执着这些，这些就不是真觉。啊，为什么有这些执着，心不清净？啊，这些执着放下了，得清净心。那是什么人？那是阿罗汉、辟支佛。啊，他们确确实实把见思烦恼断掉了，清净心恢复了。这叫三菩提心。清净心是真心，不是妄心。
再向上提升三藐三菩提，三藐是真等啊，真等等于佛，当然还没有成佛，等于佛菩萨了啊，菩萨不但是执着没有了。分别也没有。换一句话说，阿罗汉辟支佛还有分别，没执着。啊，菩萨连分别的念头都没有，都不会起了。《金刚经》后半部就是讲的菩萨了，前面讲的是阿罗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破。金刚经后半部讲破四见，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是什么？念头，念头都没有，比阿罗汉高啊！啊，在我们这个经体上。得清净心阿罗汉，得平等心是菩萨，有分别就不平等了，分别没有了真平等啊，再往上提升，那就加阿耨多罗，阿耨多罗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无上真等真觉，这是真，这是如来真的，佛所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啊，发这样的心，啊，决定。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起警觉：我为什么没放下？我应该放下。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是照做。放下不是说事不干了，那你就错了。事要不干了，释迦牟尼佛就不要讲经了。这讲经不是干事啊，给我们讲了49年，事照干，心上呢痕迹都不着。佛当年在世，每一天跟大家讲经教学，他心里有没有执着？没有。有没有分别？没有。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啊。没有怎么会讲出东西？就给前面讲了，他的保守，自自然然流出，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妙报啊！啊，教给我们的妙报啊，这法宝啊，自然流露啊！啊，随着我们的程度，我能理解多少，哎，他就讲到恰到好处。我向上提升一层，他再跟我讲，哎，又恰到好处。你每一天就听着讲解，天天提升，天天都是恰到好处，所以你法喜充满了，啊，快乐无比，啊，天天有悟处，
小悟啊，年年有悟处，大悟啊！啊，10年、20年、30年就大彻大悟，他怎么不快乐啊？世间人不了解这种事情，真正了解、真正明白，我相信他一生呢，他就追求这个，其他的都不要了。为什么？这带得去的，世间所有一切法带不去啊。二六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带得去的。啊，这就是经教里面的道理。经教里面的方法，经教里面的受用，啊，经教里面的经验。你能带得去。只有这是真的啊！这个心跟真如本心就相应，这一篇积功累德了，内容非常丰富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再看下面一品，第九品，圆满成就第九。你看，积功累德之后，下面就是圆满成就了。第九品，明。圆满成就。以上从第四到第八，戒行法藏大师因地缘行。第六品，法藏菩萨的大愿发愿。第七、第八，法藏菩萨的大行啊。那么从本品起，就第九品起，这是果德成就。有因，必定有果报。有不思议殊胜的因，当然就会有不思议殊胜的果德成就。本品内容有三，有三大段。第一大段，佛赞法藏因缘果满了，这是恭喜他了。他成就了。第二段是阿难起问，第三段是世尊真答。啊，我们看这一问一答，对于因行果德的道理就更深刻了。啊，知道我们要发心修因。必定有像弥陀一样的果报啊！看经文，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这就果报，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我们看念老注解，世尊总结前文，盛赞法藏比丘修普贤菩萨之大行，积累无量无边种种功德，于一切法而得自在。世尊自称：我为法王，于法自在。今以此语赞因地之法藏，乃赞叹之极也。我们先看这一段，本经在第二品，第二品还是续分，三分里还是续分，已经给我们明显的显示出来。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这就说明了净宗法门。弥陀净土，是一乘大法。比大乘还要殊胜啊。大乘是菩萨乘，小乘是声闻乘，一乘是佛乘，一佛乘。在大乘之上啊，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大小乘十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每一个宗派的创始人叫祖师大德，都是修行正果的人，不是普通人。政治清明，众生有福，佛菩萨通通都降临，应化在中。给中国带来了佛法盛世啊。这些祖师大德们几乎是公认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一乘只有三部经，是跟你讲一生成佛的。第一是华严，第二是法华，第三是梵王。梵王
没传到中国来。啊，华严法华传来了，梵王只有一品，菩萨心地戒品。啊，全经没传来，只有一品。那么法华、华严，到最后都是归向净土。啊，华严最明显，你看到幕后，善财五十三财。文殊普贤，十大愿王道归记录。啊，道归记录是归无量寿经啊。那无量寿经是什么地位？一乘的一乘。啊，这也是祖师大德们说的。华严法华引导我们入弥陀净土啊，引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祖师大德这一句话了，我是深有岂敢？为什么呢？我信净土是从华严认识的。啊，从华严，从法华，从楞严。啊，这三部大经引导我归向啊，皈依净宗法门呐，不容易啊！啊，所以修净土的人，就是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那西方极乐世界呢？全是修普贤大行啊，这是古大德说的。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他成不了佛啊。所以大乘菩萨到最后一定要接受普贤菩萨的教诲，才能够圆满成就。而怎么圆满成就呢？原来都是普贤菩萨领导大家到极乐世界去成就的，这个都殊胜了。佛法讲无量的庄严，无比的庄严。我们了解这桩事，真正体会到这个境界，才一心皈依净土。啊，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搞明白了。啊，就当年李老师把这一部经给了我，啊，我就把《华严经》啊停止住了，不讲了。
华严经讲了一半，八十讲一半，四十大概也讲一半的，后头我就不讲了。我就发现这一生专讲无量寿经啊，所以无量寿经讲了十遍了啊，这一次是第十一遍啊，为什么呢？盆济清居士讲得好啊，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即是小本华严，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他所说的这个话，我完全承认，我一丝毫都不怀疑。啊，讲这个经还是就是讲华严嘛，讲华严里头的精华。啊，华严里头最重要的部分呢，啊，如果不是韩馆长临终之前的祈请，我就不会再讲华严啊，第二次讲华严呢是报韩馆长30年护持之恩的啊，他有个愿望，希望把华严经讲圆满，留一套光碟啊，给后人做参考啊。黄念老当年在世也当面谈过这个问题啊，希望我把大经讲一遍啊。最早的台南的开心法师，这个老法师很慈悲，往生之前每一次跟我见面都希望我讲华严经。我问他为什么，可能以后没有人讲这部经啊，我懂得他的意思啊，所以有这样殊胜的缘分啊，这三位这样的关心啊，所以我才第二次开讲华严啊。第二次讲的华严比上面前一次讲的详细多了啊，境界跟以前不一样啊，这一部经重要啊，啊，就是华严。极乐跟华藏是一不是二，唯有修普贤深渊，你才能够累积无量无边种种功德啊，深渊要落实，礼敬祝福，一切恭敬，不但是一切人，一切众生，众生包括无情，对花草树木，对山河大地，对一切法，没有不恭敬的，啊，真诚恭敬。称赞如来是善法，与信德相应的，
啊，恶人行善法也要赞叹的。他行恶不赞叹，他行善赞叹的。啊，这个是帮助他回头，帮助他改邪归正，帮助他断恶修善。普贤菩萨教的广修供养，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平等的供养，真诚的供养，绝不求福报，啊，换一句话说，是无条件的供养，这才诚信。供养里面有求果报，有求回报的，那是福德，不是功德。只要懂得，福报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不能超越六道。啊，我不要福报，不要人家回报，这个功德能帮助你超越六道，帮助你超越十法界。忏除业障，忏悔业障，无始劫以来生生世世，没有闻法之前，哪有不造业的？啊，今天我们细心想一想，自己好好反省，我有没有造阿鼻地狱的罪业？有没有造无间地狱的罪业？不要管别人，问自己。如果有，你不害怕吗？你不怕地狱苦吗？迎客法师就是因为怕地狱苦，他真的回头，真的忏悔，啊，一心念佛，把阿弥陀佛念来。要不是真正恳切的心，怎么能把阿弥陀佛念来？啊，念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啊。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他还有十年阳寿，就是他还有十年寿命。跟他讲，等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你。法师有智慧，法师知道自己业障很重，经不起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摆在面前，不就又犯罪了吗？那十年还得了吗？啊，这是他真正觉悟，他要求阿弥陀佛，我十年阳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这是智慧的决定啊！啊，阿弥陀佛答应他了，
三天之后为了接引你，真的三天之后没有生病啊，往生了。这个事情记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都有，都有。啊，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造无间地狱的罪业，像盈科三天就能忏悔掉。他的业障没有忏悔的话，阿弥陀佛就不能见他，他有障碍，肯定业障忏除了，阿弥陀佛出现了。也证明《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是真实不虚，一点不假了。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真的是搞透了。世间什么样灾难，你一点都不害怕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见阿弥陀佛，有足够的时间，阿弥陀佛来带领我们到极乐世界。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在这个世间活一天，这个经不能不读啊！这经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的疑难杂症啊，帮助我们建立真正的信心呢，激发我们求生的大愿。啊，只有积累无量无边的功德，才能够得到于一切法而得自在。啊，这一句话说，这句话就圆满成佛。不是圆满成佛，于一切法你怎么能得自在？啊，那这一部经是一生圆满成就的第一部经，智持名号是一生圆满成就的唯一法门。你不一天到晚抱着追求佛号，还想东想西，错了。应该放下了，一切放下了。啊，释迦牟尼佛自称，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啊，这是自己说出自己的境界。啊，只有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你才能于法自在。于法自在就称为法王。啊，王是比喻自在的意思。啊，在古代的帝王，一个国家只有他法号施令，别人都听他的，啊，他不要听任何人。这叫自在呀！啊，所以王是自在的意思。
哎，那么你把这个障碍统统放下了，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没有障碍了，你在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你得自在了。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信息，你明白吗？于法自在，我四书五经没念过，我现在拿来的时候能不能自在？能。真的吗？真的。有凭据吗？有。你看看慧能大师啊，《坛经》里面所写的。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在黄梅8个月，一次讲堂没去过，一次禅堂没去过，啊，8个月都在对方里面冲泥破柴，干粗活。现在讲的是他在做义工啊，他是伺候大众的，啊，在厨房里面工作。开悟之后，于法自在了。啊，得大自在了。别人拿着经书向他请教，他不认识字，你念给我听。听完之后，他就给你讲解，没有一样不懂啊！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这叫自在啊。还要学吗？不要学了。啊，第一个得度的无尽藏比丘尼，无尽藏比丘尼对他非常佩服。啊，在他手下第一个开悟的人，他受持涅槃经，他念涅槃经，能大师给他讲涅槃经，讲到后面他开悟，啊，在最初他好奇。向能大师请教，你不认识字，你怎么会讲？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能大师告诉他，这个事情跟认识字没关系，跟学不学也没关系。一切法从心下生，佛说了。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跟法是一体的。你只要坚信，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哪有不明了的道理？啊，世尊，今天以自己的境界赞叹法藏菩萨啊，有法藏在因地还没成佛，用这个话来赞叹他，是赞叹到基础了。一切自在，
就是一切无碍，也就是一切圆成啊，圆满成就了。大乘经教里，对于这种事情，我们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了解，有相当的认知，只是我们的功夫还不够啊，不是不知道，真正明白之后，一切放下，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自心全现了，见心成佛了。那这里面最难的是放下起心动念，最难，不要紧，能做得到，你即身成佛。做不到，咱们到极乐世界去。果然能够放下分别执着，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生十宝庄严土，一到就成佛了。啊，为什么呢？弥陀四十八愿加持你，你马上就明心见性，因为你已经到了明心见性的边缘，他一加持你就见性。没有得一心的，佛光一照，得一心不乱。啊，功夫人成片的，得四一心不乱。四一心不乱的，立刻就得离一心不乱。啊，佛光一照，把你功夫提升一倍。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现在功夫就在放下。功夫不是在每天念多少佛，念多少经，磕多少大头，不是这个事情。功夫在放下。啊，因为放下之后，你是用真心、真诚心念佛，那个一句佛号非常管用。啊，一句佛号就跟阿弥陀佛连上线。没有放下的人怎么念接不上，好像电信中断总是接不上啊。印祖说，一分沉浸那就是一分的解脱，十分沉浸那是圆满的解脱啊。啊，放下真诚心才现前，放不下真诚心不能现前啊。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要把它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功夫就得力了。啊，什么样的灾难也不在乎了。啊，对我来说没事。你说你多自在。啊，所以这一次我们是第一次分享大经节演义，
有缘的同学不能错过啊，错过了太可惜了啊，抓住机会，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关键就是放下外缘啊，不要再执着了，从这开始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欢愿观上告诉我们，随缘妙用啊，妙用就是放下分别执着啊，随缘就妙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